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六面经文第四行：“五根庄严故，身心坚固，精勤非懈，常无迷妄，即然调顺。”断诸烦恼。五根，第一个是心，昨天跟诸位介绍过了。第二个是静，精进。那么从这些地方呢，我们能够觉察到四神足里头有精进，五根有精进，五力了也有精进，七觉知里头啊也有精进，八正道里头也有精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里头任何一个名相，它在哪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它就有不同的解释，绝对不是一样的解释，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得，这个根的精进跟力的精进呢，当然是不相同的。如果相同，佛何必分这么多科目呢？三十七道品就分成七个科目，由此可知，他说法不一样。同样的一个道理。佛说布施，布施说的多了，持戒说的多了，你也要清楚他在哪一个科目里面解释不相同。你懂得这些原则原理，我们为别人讲解，自己修学就会很清楚，真正能得受用。这个五根，净根是精进的根。那么照古人的这个说法，它是信诸法故，备策精进。这个意思。不难懂，对于佛所讲的一切法，你真正能相信？这信根确立了，但是这个信要有根，它是有四个层次的，如果我们今天讲信佛，在家出家的佛教徒都信佛，有没有根呢？没有根。所以这个信，绝大多数是属于迷信。什么叫迷信呢？佛是什么？教是什么？佛教是什么？他都没有搞清楚。他看到佛像菩萨像他会拜，他也很虔诚，但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把佛菩萨当鬼神看待，他为什么要来拜呢？他来祈福，希望鬼神能够帮助他，把佛菩萨当鬼神一样看待，
啊，佛神鬼不分呐、啊，这个就是流于迷信。所以，过去一些大德们提倡正信。什么叫正信？把佛法的这些道理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这个心叫正心。啊，有理论做根据的，这就不是迷信，啊，正信是有别于迷信。可是那个信，正信的佛教徒，他有没有根呢？不见得。那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现象，他学的很多，学的很杂，学的很乱，可见得他没有根。啊，他如果有根呢，他会有受用。有根必定是一门深入，长时间的熏修啊，这叫有根呐、啊。这个道理要懂，所以这个信要有根，他讲了四个层次是非常有道理。第一个要信，第二个要忍。忍这个字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肯定、决定没有怀疑。啊，人是没有怀疑。有些人信，他有没有疑惑？他有。啊，疑没有断呢，那只在信，没有到忍。啊，到忍呢，这个疑断掉了。疑虽然没有了，肯定了。你喜不喜欢呢？啊，世出世间法太多了，啊，你在一切法里面，你到底喜欢哪个法？啊，有人喜欢明文利养，有人喜欢五欲六尘。有人喜欢财富，啊，那你对于佛法喜不喜欢呢？你喜欢的程度又如何呢？啊，今天法师在这里讲经，你说你喜欢佛法，啊，那一边有个人告诉你，你今天到那边去可以赚100万美金。哎呦，赶紧到那边去了。你这个欢喜是在财富上，不是在佛法上。啊，这过去李斌老常给我们讲啊，啊，那一边说你去一下可以赚100万美金啊，他也不去。我要闻法，这才叫真的落。可见的难呐、啊，那个信要有根不容易啊。决定呢，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，你这个心才有根。啊，欲是什么呢？欲是在法里头得到乐。我们常讲法喜充满。所以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的心有没有根？啊，心没有根呢，精进就没有了。那怎么可能会精进呢？啊，必须心要有根了，他对这个佛法，他自然就会精进。啊，所以精进也有根了。五种根具足啊，佛菩提道
道上啊，就会往前面精进，不会退转。啊，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看《无量寿经》给我们讲的，啊，还是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身道修，啊，那是什么？前面三颗你具足了，你要晓得，前面是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有这个基础，才有根。我们前面没有这个基础啊，啊，没有这个三颗基础，你说有根，这根从哪来呢？前面三颗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啊，四念处是看破，四正勤是断我修善积功累德，四如意足是放下，这样念佛才能往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要修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十道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三十七道品不完全局限于小乘，啊，它是佛门里面的共同科目。啊，宗门教下显教密教，它完全是通的。啊，你看天台大师讲三十七道品。他老人家讲的就是以藏通别圆，啊，藏教的三十七道品是小乘，啊，通教是大乘，啊，别教三十七道品，圆教三十七道品，啊，那么在这个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是圆教的三十七道品。由此可知，他的境界不可限量。啊，我们学佛如果不扎根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根要怎么扎？决定不要忘了十善业道。啊，这个三十七个科目里头，每一个科目里面都包括了圆满的十善业道，啊，而且三十一这一个科目里头，每一个科目都圆满包括其他的三十六个科目，少一个科目，你的修行就不圆满，就有欠缺，啊，这是大经上常讲的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我们的修学才有个下手之处，你能有这样的信解，有这样的认知，啊，你自然会奋发努力精进，不需要人督促啊，为什么呢？有大利益了啊，有大受用啊，总得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精进你比平常人加倍的精进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心心希求着大圆满、大自在、大解脱，人自然精进了。
这个世间明文利养无欲六尘啊，自自然然会舍得干干净净。为什么呢？深深的通达明了，这些东西是我们的障碍啊，障碍了菩提大道啊。啊，障碍了我们明心见性，障碍了大开圆解。啊，你只要有丝毫的执着，那就是麻烦。啊，这个精进做些什么呢？啊，还是前面所说的。看破放下，断卧修善，啊，要在这些地方真正下功夫。啊，思念出观，那是慧，智慧。确确实实明了，无常苦空啊，这是观身不净。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啊，无常苦空啊，这是世间的。不但六道如此，设法界也不例外。啊，因此，对于六道设法界，没有一丝毫贪恋。在这个里面，就像诸佛菩萨示现的一样，随缘度日。啊，顺境很好，逆境也好。啊，顺境放下贪爱，逆境放下嗔恚。啊，他能放得下了。为什么能放得下呢？事实真相明白了，他看破了，所以他能放得下。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断卧修善，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我。为什么？增长我执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增长贪嗔痴慢，这决定是我啊。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啊，这是善恶的标准修道人绝不求自利，念念利益众生。我们修行为众生，怎么修行为众生？为众生做个修行的榜样。我们成佛道为众生，何以成佛道为众生？成佛道之后能广度一切众生。所以我们修行正果不是为自己啊，修行正果为自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六道轮回是我这个念头变现出来的。金刚经上讲的我见啊，
啊，我见不破，怎么能超越轮回呢？啊，那我们无始劫来，这个我见我相严重的执着，想放下都放不下，起心动念还是有功夫。这个事情麻烦了啊！我执不破，出不了轮回。啊，证不了圣果，啊，这个圣果是小乘须陀洹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你没办法证得。我们要想真正成就，不在这里下功夫，怎么行呢？啊，功夫应该怎么下呢？啊，往年李老师教给我们，啊，换心呢？这个心怎么个换法？实在讲，他讲的换心，就是改变念头。啊，过去念头啊，起心动念总是我，我总是第一。现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是人，不是我。啊，把这个念头啊转过来，就叫换心，就是换一个念头。从这下手。啊，起心动念决定不为自己想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一定是为一切众生去着想。这个才行啊！啊，如果我们不肯这样做呢，这一生要想脱离轮回难了。啊，要想教化众生呢，那就更难了。啊，幸亏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！啊，他立的这个净土法，我们自私自利念头不邪，也能完成。啊，我念佛是为自己，也能完成。这个法门了不得了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，啊，可是怎么样呢？我没有忘掉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，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什么时候我放下？我相、我见没有了，你才能够提升到方便有余土。啊，这个是净土法门的特别方便，所以称之为特别法门。啊，修其他法门决定不能成就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但是我执我见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虽然没有断掉，经典祖师大德都教给我，你要能扶住，你才能往生。如果临命终时，你这个私心啊、自私自利的这种分别执着还很强，你不能完成。啊，在最后这一招的时候，把这个扶住了，哎，就是没有想到自己，
这个时候没有想到自己，你才能往生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见跟我相啊，连求生西方净土都是一个大障碍呀。啊，如何伏断呢？这个不是灭断，是伏断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见阿弥陀佛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，道家慈航广度众生，这叫福啊，这个没有断呐 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然后你才晓得怎么去用功，怎么去精进啊。当然最好现在现前我们的功夫就得力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就做伏烦恼的功夫啊。金刚经上啊，云何降伏其心，什么心呢？自私自利的心啊，分别执着的心要降伏着啊。降伏的方法三十七道品就是前面三课啊，念出正情四如意足啊，你不用这个方法难啊。啊，这个方法用的得力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做功夫就非常顺利啊，进步自然就很快速啊，这个经教一展开啊，意思你能够通达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。今天经教展开，意思为什么不懂呢？啊，不但你看不懂，详细给你讲你也没有听懂，甚至于错会意思啊。原因都是在没有放下自私自利啊，这个念头一定要转，然后才谈得上净根啊，你的精进就有根啊，你自然会加倍用功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这一条。